者詹香满台北报道。王少伟去年初接下八大综合台台湾第一的主持棒，随驻外景队走遍全台，也让他燃起望圣球之欲，大喊好想和台湾第一的节目签约100年华。日前他出发至新竹驻外景，造访利用冷热交替烘咸制成的烤面，更亲身参与繁杂的制作过程，就连拿起整捆面条都得费一番功夫，让他笑说感觉很像健身，因为要保持平衡，不能让面条散掉，这关系到核心肌群到底够不够力呢。此外他也到苗栗学习制做客家传统工艺的造纸技术，从上山采玉桃叶当原料开始，再选古法推动石轮碾叶，且已取得其中有纤维。当听到达人提及以前是牛婆帮忙碾叶时，勇于挑战的他秒回，不要小看我，我很有力哦。该集内容于13日晚间10点播出。王少伟拿起整捆面条笑喊像健身，八大提供王少伟推石轮碾叶，八大提供。